我是演员海清，也是一位母亲。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83年前一位母亲和一个孩子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赵一曼，而对于他的儿子来说，妈妈的名字叫李坤泰。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1930年冬，李坤泰将宁儿送到亲戚家寄养后，毅然北上。为适应抗战需求，他将名字改为赵一曼，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罢工、游击，赵一曼带领群众和战士展开了与日伪军的斗智斗勇。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1935年冬，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的赵一曼和部队被日伪军包围。不对不对，马上撤退！撤退！对，敌人太多了，我们还有伤员呢。由于敌我兵力的悬殊，六次突围后，赵一曼身负重伤被俘。被囚禁于伪军监狱和哈尔滨医院，深知自己此生无法再见宁儿的赵一曼，将对幼子的思念化作革命的斗志。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被押送至诸河枪决。宁儿直到21年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电影里的英雄赵一曼。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英雄的名字被他的儿子刻在了手臂之上，共产党人的赤诚也被镌刻于心上。
这世界因为我有了你，我们在一起两小无猜，一心相许，伟大的理想，我们生死与共，我就是你。啊，你不是你，我不是我，把你我的一切奉献给人民，哦，生命才有意义。